那么呢，接下来就是 Blue Storm Jack 2啦。Jack 2呢，拥有比较中硬一点的海绵，这个呢，它的表面稍微比较薄一点，所以它这样呢，它会更容易制造出旋转，然后力量、速度也可以。然后这个比较鼓励你们用在于正手还是反手都可以。在旋转方面，无论是下旋球或者是上旋球，都可以拉出很转的球，在同时也可以保持住有良好弧圈的效果。在速度方面呢 ，Blue Storm Jack 2可以第一时间感受到海绵的力量，并且造成非常快的速度，而且在近台攻防都有很好的速度。在控制方面呢，它有很强的弹性，在防守的手感都很舒服，可以控制到指定的位置。总和来说 ，Blue Fire Jack 2呢会比较适合那些比较触球有手感进攻型的球员。最大的特点呢，它就是弹性好，在回合里面有很好的旋转和速度。